你说对了，怎么着吧？黑狗啊，你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，要钱没有，有这个怎么样？啊，你还玩这个？我防身呢。嗯，我这二拇指一动，你就玩完了。那儿，开枪，冲这儿打，手别哆嗦，来。你别逼我，开！你再逼我，我开枪！我跟你数数。开枪！你靠边儿去！开！你给我打住吧，我开枪了！开！打！这枪不响，你连保险都没开，它能响？你玩算盘行，玩心眼行，玩这个你差远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枪你玩的不好，我给你玩一刀怎么样？不不不。黑哥，千万别动刀子，可不可以？青哥哥，别，青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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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滚！找地方包你的伤口去！我告诉你，老小子。我今天对你算是客气，我没扎你胸口，我扎的你小腿，你给我记着今天的事儿。我要是弄死你太容易了，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告诉柳爷和太太，咱俩再接着玩。我不敢跟柳爷说，我说了不是太丢人了吗？滚滚滚。我滚。我滚！又滚掉！这是怎么弄的？狗咬的？是让狗咬的。哎呦，这咬的很厉害啊！啊，疯狗咬的吧？是黑狗这条疯狗，他用刀子甩的，扎了一刀。刘师爷，我来是想让你给我点个招。我该怎么办？明天见着柳爷和太太，我该怎么说呢？什么事儿？为了个妖精儿，这事儿还不敢跟柳爷太太明说，说了不是太丢人了吗？对啊，那这个黑狗，他就不能当这个庄园的家丁头了，啊？是不是得换个人？云仙帝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柳爷这个时候可能还没睡呢，这事得跟柳爷说呀，不能跟太太说。这要到明天太太和柳爷问起来，这事就更复杂了。我说去，我要是说了，这个庄园不就更复杂了吗？那管家什么意思？我去说，好，我去说。你也不能说，云仙啊，你的枪练得差不多了，你有胆有威，我能不能借着你的手把黑狗干掉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是帮我把黑狗做掉，你的小命就保住了。你以为你是柳爷啊？你可以指使我。黑狗是我兄弟，我现在杀了你，我也不能动黑狗。那我要是非用你一回呢？那我要不同意呢？云仙啊，话说到这份上，能不能不让我把话说白呀？
啊？什么意思？说。云雪，非逼我把话说白，好，那我就说说。你的命可是攥在我的手上，你小子胆子不小，竟敢给柳爷戴绿帽子，这事儿我要是跟柳爷说了，柳爷杀的可就不只是你了，你们全家都得跟着你玩完。你这是往我身上泼脏水呢，要是我跟柳爷说你给他戴了绿帽子，柳爷会信我的话的。你厉害，你厉害。跟我走吧，我告诉你黑狗在哪儿，你下手我还得盯着，我就是要看着你怎么把黑狗弄死，我还就是想让你们哥俩死掐。走吧。我现在就打死你。嗯，打呀，开枪啊！你开枪，我看你能不能跑出这个庄园。小子，别替你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。怎么说？嗯？还想干什么？说，说。我还能怎么说呀？我就是让狗咬，我还要怎么说呀？我你知道太多了。不，柳爷，我真的，柳爷，我啥都没干，我真的啥都没干净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给柳爷戴了绿帽子，行了吗？让开！哎，嗯，哎，去，说点事儿。你看，哎，黑哥，这管家呀，让我把这唱春楼的菲菲给做了，和个小妖精过不去啊。他也想学柳爷呀。你这我怎么办？这事我跟你一块去办。行啊，走，快走。这位哥，你们不会杀我吧？起来，妹子。我不。我们哥俩要是杀你，就不会把你带到这儿来了，知道吧？我们俩放你走，赶紧去省城，别再回这儿了，跑得越远越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再也不会回这个镇了，我会跑得远远的。走吧，赶紧上书房。过来。哎，把他给我安全送到省城，出了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，听见没有？哎，知道了，爷。走吧。嗯。妹子，走好啊。黑哥，你真仗义。进来。哎呀，管家说忙着呢。哎，
我是想跟你说一声，那件事给办了，干净利索。这事儿没让人看见吧？没有。我把那小妞啊领到河边，把脖子一给她拧断了，一脚就蹬河里去了。嗯，哎，这是合适吗？我说合适就合适，回去歇吧。哎，这事儿跟谁也别说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说你给我钱不合适，我是说你给我一块大洋不合适。啊，那你是嫌少了是吧？嗯，少了点。哎，要不然我跟柳爷说一声，就说你现在也当爷了，想杀人就杀人了。再给一块，再给一块，咱们两清。毕竟是个大活人呐，杀了一个人呢。旺财，你小子也敢跟我叫板？哪天别反在我手上。哼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犯在你手里。谢谢啊。三块，好爽快，三块好爽快。小翠儿，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不知道。有没有动静啊？我说呀，你是不是个女人？长得跟朵花似的，连蜜蜂也迎不来。你要是没动静，我保不住你的命。太太，我怀上了。什么？你怀上了？你真的成了？你真的成了？你真的成了？别这样。刘家庄园终于有后人了，庄园真的有后人了。我再想想该怎么办，该怎么说呀。大姐，你点不点拨我？你应该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一直给柳爷看病，柳爷他吃了无数的药，你应该明白啊。我明白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柳爷的。小三儿啊，你就应该这么做，告诉全镇的人，让柳家庄园都应该知道，这个孩子就是柳爷的。你要是说走了嘴，咱这件事儿就办砸了，我也保不住你的命。我这个女人啊，守了一辈子的活寡，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么做呢？我真羡慕你，你还做了一回风流女人。我要是做了，我也能生上三五个孩子。
我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是快不行了。又胡说，没兆头吗？你爹走不了。小四儿，你有喜了吧？小四儿，过来，到娘跟前来。来呀，我娃儿，你有喜了啊？哎呦，老天爷保佑啊！去，叫李大夫来。是。老头子，你闭眼吧，啊，盼了30多年的孙儿来送你来了呀。恭喜啊，恭喜啊，四太太是有喜了。您看我说了，治柳爷这病啊，那可是我的一绝呀。哎，我可以拍胸脯保证，柳家明年准添后人。如果不添后人，那我就金盆洗手，从此不再行医了。管家送客。是。啊，谢谢。真行，你说这孩子是谁的？除了柳爷你的，还能有谁的？这个山城高人的药法真行，真是太好了。当家的，你可得谢谢我，为了你这个病啊，我遍请名医查了很多的医书。是啊，呀，小四儿，你可真行啊！这20多年来，我有3个太太了，他们都没有动静。你来时间不长，一下子就有动静了。哎呀，你真行！当家的，你好好歇着吧。啊啊啊！歇着，歇着。六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怀孩子了。有孩子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救了我。子苏，我不敢相信我们会有孩子了。柳哥，你高不高兴啊？傻笑什么？
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，去过我们的好日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管家好像知道咱们的事了，所以一切事情都要小心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嗯，柳哥，跟你吃再多的苦我也愿意，只要我有了孩子就什么都不怕。我就想摸摸的孩子。滚，轮不到你摸。哟，你想打我，来呀，打呀。嗯，总是纠缠我，哎，你可不能干这傻事儿啊！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总有出头的那一天。要么熬下去，要么就是一死，没别的出路。可眼下，也只能熬下去。这个庄园里出了大事了，你说说，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，是出了大事了，要杀人的事。说说吧。那柳爷要杀谁？柳爷您吩咐我照办就成了。我想让你说说，是什么大事？没有啊。这庄园里最近都是喜事儿啊，柳爷喜添贵子，这是比天还大的事儿啊！你跟了我20多年了，还不跟我一条心？你最近和太太配合得很好啊，你活腻了？你脑袋是不是得换个地方？来，我说，其实这事我早就知道了，
我跟太太说了，太太说我看走眼，硬是让我把这件事给按下去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我得说得说，柳爷，柳爷轩那小子给柳爷戴了顶绿帽子，他和四太太。滚滚滚回来。你什么也没看见，这个庄园比天大的事儿就是喜事儿。老子添了个贵子，全镇上万人口全知道了，别管添的是爷们还是女子，这是我种下的贵子。那当然是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明天一早就把柳记粮店的大小姐给我叫过来，记住，给我悄悄的办。那是，柳爷，您是该糟蹋糟蹋他妹子了。这件事儿，换了谁也咽不下这口恶气。我看你真该死在这张臭嘴上，滚！还不快滚！我是奴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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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奴才。干什么玩意儿站我后头？美呀，又是酒又是肉的啊！说事儿。也没啥大事儿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这腿让狗咬的伤口好的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回头再咬你一口啊！你老小子挺阴的哈，跟全院的人说，都说你这伤是狗咬的，见谁跟谁说。玩，接着玩，还跟我玩阴呢。海哥，也没什么大事。柳爷说了，明天一早让你去接柳记粮店的大小姐。接柳记粮店大小姐？这庄园不是已经让他闹得够不安生了吗？怎么还去接他？柳爷说，柳记粮店的大小姐算不上个美人，倒还有点风骚劲儿。这大小姐愣是往柳爷怀里扑，真让人没办法。你说这年头还真有这么不要命的傻女子，咱也没招啊，是不是？真去接？柳爷说了，让你走西边的小偏门，这事儿得瞒着王爷，也不能让柳银轩知道。行，要是柳哥知道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哎，他不就是个秀才吗？那在柳爷眼里。啊，还不是这个。边上等着。哼，瘟神又来了，灾难又来了。大小姐，柳爷请你去呢。去哪儿啊？柳老板，我恭喜您了啊。柳爷请你家大小姐去柳家庄园呢。我不去。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我在他们家地牢关着的时候，他在哪儿呢？我不去。不去？那你可得想个理由，这理由还得合适，我回去好交差。理由？行啊，貂皮大衣拿来，送给我的东西又要回去了，这是男人办的事吗？还方圆五百里响当当的爷呢，这是婆家办的事儿吧？你们瞪着我干什么？你们家大小姐做好准备要往前扑腾，甭管前面是个小坎还是小阁楼，她都争着往前扑腾，瞪我有什么用？黑哥，现在全镇子的人都叫你黑哥，
那我也得叫你黑哥吧。黑哥，柳爷不是说把我解放了吗？柳爷的心思我哪知道，这事甭问我啊。我办事从来不动脑子，柳爷让我接他我就去接他，柳爷什么时候让我把他做了，你们就去找他施手去啊。他肯定浑身是血躺在野地里的，就这话。走，貂皮大衣也是个理由，回去交差。但还要那件貂皮大衣啊。哦，那你明天再给他买一件吧。啊，不是爷，没了，那家店就这么一件，真没了。管家，你去叫太太说我这儿有事跟他商量。黑狗，太太一会儿来我这儿，你就把这件貂皮大衣拿着送去。六爷，您这不是让我偷东西吗？那可是贵重东西，万一我拿了以后太太一查，查出我来，我不会让他查的。再说那件大衣他绝对不会穿的，我什么时候去省城再给他买一件好的嘛。你们呐，就是不了解女人，别的女人穿过的衣服他宁可烧了也不会穿的。就这么办吧，我要是想办什么事儿啊，我是非办成不可的。哎，镇上就我配穿这件貂皮大衣。你等会儿我啊，我回去收拾一下。大黄，上回那顿毒打还没把你打灵醒，这回不一样了，我要进柳家庄园，我非当上这个五姨太太不可。你这个下贱孩子，你还折腾到晚上铺呢啊？你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？那回怎么就不把你打死？爷，看看你们给我找的那些臭男人，一个比一个让我恶心。就这样吧，看看我哥都当了柳家事业了，我当个姨太太又怎么了？你这。走吧。我这大热的天儿，你也不怕把自己捂病了？不会，穿这衣服一点都不热。我想这衣服都想了三年多了。黑狗，你摸摸看这毛，可光溜了，比我的脸还光呢。你摸摸看嘛。你摸。上，走。你又动了。不要脸的东西！黑狗，停水灵一个人，你还赖上人家了，你见不见？黑狗，你是骂他还是骂我呢？有火冲我发，跟个火就过不去，算什么能耐呀？走！见不见？走！我又没惹他，他打我好几次了。他呀，他迟早有一天暴尸街头。黑狗，你跟上呀！走你的，我不愿意跟上。黑哥，黑个屁！黑哥，你生气了？叫我黑哥了？我说你操心点你自己，老大不小了，你怎么不灵性呢？
是不是我扒上你，就算是灵性了？对了，你扒上我和我过日子，柳岩能给你什么，我全能给你。呵，咱镇子上又出了一个狗爷了。你要真的能当上狗爷，没准儿我会跟上你过日子。可是你当不上狗爷呀，你顶多就是个粗人，打打杀杀的还行，想要威风八面镇住一方，你还不行。哎，我不行。好，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，我听听。你今天把我说服了，我认了。你要是说不服我，我这脾气都是狗脾气，这就是爷的脾气。哟，你还真想当爷呀？你想都甭想。今天我就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。哼，可不是我损你啊。第一，你天天在街上晃荡，打这个骂那个的，你的名声早臭完了。第二，你闲了就逛窑子，和那些脏女人鬼混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这个人真是没德行。第三，在这个镇子上有没有你一间房一间店铺，哪个票号和钱庄有你的存钱？你呀，顶多就是柳爷的一条狗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是，对不对？走。有人没有？你说怪不怪？柳爷竟然亲自请我到他庄园里头来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对，我在你眼里头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条狗，对吧？黑哥，怎么真话假话你都不会听啊？怎么说你呢？不说了，一会儿进去操心你自己，啊。睡不着，我陪你。你陪我有啥用？去去去，睡去。我晚上也睡不着，您就让我陪你吧。你也睡不着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邪了门了，你一个要饭吃的，当伙计的，你也会睡不着？我就是睡不着。那你操什么心呢？你也操心我那大闺女呢？不不不，可不敢这么说。大伯，我一个要饭的，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福了。我可不敢关心大小姐的事儿，我晚上就是睡不着。大伯，今天晚上就让我陪陪您吧。你滚！让你陪我，爹家掉身份的，去去去去。那我就到前面柜台上。我不睡，我等着大小姐回来，我给她开门。黑哥，黑哥，黑哥，醒醒！黑哥，干嘛？六爷让你办个事儿去。哦，
什么事儿？让你送个人。送谁？柳家粮店的大小姐。送人？柳家粮店的大小姐。柳家粮店大小姐？啊，对对对。多大的人物啊，你叫我送？啊？你谁不能叫你叫我送？老子现在睡得正香呢，你过来叫我送是吧？哎，黑哥，是柳爷让我叫你送的，不信你问他去。拉皮条的时候完了事儿了，还得我送。人呢？人呢？让我送那人呢？正和柳爷吃饭呢，那个阁楼我不太清楚，他们吃完就下来了。黑哥，那我先走了，他们还等着我呢。回来！我刚才小声嘀咕那几句话，你要是给柳爷翻过去，我要你脑袋。什么兄弟姐妹亲儿爹妈，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，是去是辱是怨是恨都吞下。你吹要气我气他，你女人也敢抢，男人也敢耍，任你手黑心狠，一切诡诈，黑白颠倒，人心鬼话，路有坎坷，天行其道，当兵的。Keep on